你去求吧你，俺伙计给买块表挣120万啊，我这凑挣1000，你打杂子了不是？嘿，老板你好啊，看看我这两块表来，看现在能卖多少钱？哦，大哥，我谢谢啊，你这是去年在咱这买的吧？哎，这表这么新，你没打蛋？我都不带，我这是为了投资的，知道吧？你看现在还能卖多少钱？这个14.6万，这个95000，这两个。你去求吧。啊，你这胡说的吧你？你再自己看看，你要不中，你问问那朋友谁的？你知道这价钱啊？这多少钱？你刚才说14.6万。我去年在你这14.5万卖的，你说过了一年了，我就挣1000块钱啊！我这表回去我一次也没有戴，我这表就是为了投资卖，知道不？我卖时候什么样，我现在卖时候还是什么样。手表本来就是一个佩戴的一个饰品，它本来就没有投资属性、啊。你比较核心啊，你去求吧你，俺伙计给买块表挣120万啊，我这凑挣1000，你打杂子不是？现在最近劳力士行情特别低，实际上我都不太想收。14.6万，你去求吧，你不收我也不想卖了。哎呀，你看都不动，啥玩意儿？关注我，聊聊表的那些事儿。